正和一个是经常性的调研人。正三公是吧？对。你看你这个时干就正三公，时干这叫时干跟月干同宫是吧？同宫那个鬼也代表眼泪啊，是吧？鬼水就代表眼泪。而且上眼皮有点肿，正好沾了芥末，还得你太准确了。啊，就很准确。他这个一个是这个八门府引啊，府引也主时间长，是吧？那你看这里边还有伤门太阴，可能以前啊眼睛有过暗伤之类的，是吧？看来看去，我所看的对不对？我感觉和这个死门和生门有关系。嗯，再一个，他这个啥吧？他这个你看，地盘是白虎，上面是太阴，是吧？白虎就主那个白虎，一个是地盘的白虎主过去，是吧？白虎也就是说意外伤灾加刚好加上伤门，就是说以前或者是干嘛呀？但是太阴呢，有可能是暗伤。知道吧？你就问他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伤着过眼睛？他是不疼，不疼。因为癸水在这是长生之地嘛。嗯。啊？这早天气薄的，早不一句，家伙天天什么也不懂。咋的？那你站着去哪报也好，去干啥去？都是。啊？我们宿舍，这个厂长。厂长说：“我研究这个东西，算了，我这个床位的风水怎么样？”呵呵，啊。科学研究员跟土生应该怎么讲？就是这角度上。他那个床位就是乙，你要看床的话是乙，嗯，乙就是床。然后呢，休门是休息的地方，可以是卧室。嗯，他有几种看法。上班业余时间太少，静不下来就往里钻研，就是晚上听讲课的时候。对你这个本身都是业余时间嘛，业余时间怎么说？你要是专门学，你还可能还有点枯燥。然后你业余时间都是特紧张，但是呢，你也没少学东西，只要你下功夫的话，是吧？也没少学东西，然后呢还挺充实。但是他这个。挺锐气的，都在前头，田瑞星，你看里边有是不是有钉啊？有啊。钉就是眼睛吗？罗公，罗公还克这个日干。他这个克日干，日干是心。然后你这个，你要是给你父亲测，哎。你看你站什么角度是吧？当时我就是给他起的。对，要么就说日干就是他，要么就是说看年干。一般正常的话，啊。我爸是日子特别，认是吧？认这九弟天星星，脾气还有点急，嘴还挺会说的啊。这个属于是能说会道，脾气急，但是呢干什么事他还是挺稳重的，要么就个子不高。对，我个子不高。在那认路对的，往后有个五三。对宫对主缺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也就是说，也是代表以前可能有小伤什么的，或者头上有小伤。九弟也是时间长吗？啊，你们上次学武，
你爸女人缘还挺好的吧？啊。反正我爸他也是有他东北县家，有婆家，反正经常给别人看，不找女人，找我爸看。对啊，一看就是他女人，女人缘挺好。那为啥说女人缘好？对。你看这个里边啊，田瑞行在前宫克他的是这个，你看天心星在哪儿，天心星啊，闲家你看也不是说那个他这没临着这符号，你知道吗？容易上火吧，是吧？啊。反正我爸老喝酒，一天也喝两瓶，重一点儿，一点儿。有酒瘾了，是吧？中心。